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日，感谢你给我们今日会当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相信，不管我们有什么款的动荡，也是外口的天气安怎样，也是我们有什么款的境遇，主啊，你拢应允我们，既然会当啊来到你的面前的，就会当放下这些动荡，单单的来调剂你的面。主啊，我们相信。劳苦当当当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一切的劳苦拢无去啊！主啊，我会当有喜乐的心来甲你啊，三见面。而且我今日啊，要过一届啊，用我的欢乐的歌声啊，来献给你，求主帮助我，让我会当每一个人拢会当活起来。我对内底有活水会当清出来，求主帮助我每一个人拢是活泼的一灵。主啊，感谢你下面的时间，得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来啊，咱就用耶和华唱歌，用救咱的石磐出欢喜的声，咱就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用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赢过隆重的上帝，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让欢喜的心，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将时间交予摩西的同工。感谢主，咱今日搁一届，爱有困难哈，咱请起来，咱来唱《饥渴主耶稣的宝血》。最好的羊肉多汁，饥渴主耶稣。把咱洗清气，但是安尼，咱将掌声归予咱的上帝。咱做一下咱的厝边隔壁讲，恭喜你，你有主耶稣的宝血。恭喜你，恭喜你。对咱的内底会当青春活命水泉，因为咱就是属地主的，咱会当得到伊的。我命的水泉。上帝面前的每一位兄弟，恁活命的故事，恁所行过的路，拢会当啊，成做一个见证。哎，
我知影伫这個中间有人受益的，有人伫啊这个艰苦的中间走出优步的。我相信主的能力有快乐，会当予咱每一个人所交托的担当，伊拢甲你刷去。咱搁对这个西瓜来得到这个画面最主要，咱搁一届请姐妹先来唱。我命的水泉对我青春来，大家的走路前面的欢喜，把水家都往头发收领的。我命的水泉对我青春来，青春我志，对我的心来，青春我志，给我的天意，对青春我志，感谢主。咱会当来想念着上帝，伊是一个英美的上帝，伊会当活伫咱的心内，伊嘛会当予咱经过一切忧苦，咱拢会当完全甲咱这个人交托伫伊的手中，一切拢是水的，咱来敬拜伊，伊是何等的水。耶稣。这个时间就是我要对主来敬拜，我要听你的声，因为上帝你对我讲，来到你面前来，你要拯救到底。
主啊，我来到你面前，人有人是健康，有人是心灵软弱，有人肉体是破病。无论怎样，我拢奉主耶稣的名，踮伫这个所在。愿主耶稣你用宝血洁净我，用你的能力来掏办我，用你的话来牵我行前面路站，让我会当过一摆认捌你，让我伫主你面前真正是蒙恩、真做义的人。主啊，求主帮助，让我伫这个所在有身体欠安的人，兄弟啊，我奉主耶稣的圣名，你来医治，你来掏办，接着你的信息，跟你的能力来伫因的心中，让完全伫主耶稣名面前受主的祝福，我愿去。有信心的力量，强壮的身躯，奔走上帝路站无亚神。我心上有望，伫这今早起，上帝你的路目要讲到的信息，求主耶稣信过又过伫主你宝地的心中。我伫这所在，我要请圣灵来伫这所在祈求伊。我要踮伫主内面，我要听你的教示。安尼感谢基督，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你是伫沙漠中间开江河，伫旷野中间要开新路的一个主，咱来凭信心来宣告，上帝咧掌管，咱免惊吓。来唱一首歌，《沙漠中的鹅乐》。主，我们感谢你。主，今日虽然是风台天，主你予稳定，搁徛伫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主，阮知影，阮伫旷野的时阵，你要为阮开道路；阮伫沙漠中，你要为阮开江河。主，你是为阮避难的主，你是为阮开道路的主。主，阮将阮的性命放伫你的面前，当阮来敬拜的时阵，主啊。求你的荣耀跟我们同在，求你将我
将你的喜乐放在我的心肝里底，让我在敬拜里底看到主你的信息，你的慈爱。主感谢你，对你引导我今天的敬拜，所有的信息、智慧、主动交托在你的面前。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阿门。下面是献诗的时间，献诗我们请牧师同工，因要献的诗歌是《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是咱上好的朋友，就是耶稣，会常常真侪人来帮咱。下面是读经的时间，今仔的经文伫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16章24节到27节。现着由我来读。第24节，彼时耶稣对门徒讲：“若有人要跟随我，就看无家己，掠伊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因为若爱救伊的性命的，要失去伊；既若为着我失去伊的性命的，要得着伊。人若得着全世界来丧失伊的性命，有啥物利益呢？也是人要出啥物来换伊的性命呢？灵主用伊的白的阳光，将伊的天使要来，彼时要照达人的所行来报应。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仔正道的题目是人生的得到甲失去，也是失去甲得到。我们请骆崇明传道来为来去正道。请跟老主任的让各这回来敬拜音哦，那这回阿头来记得，请来祝我们高丽的面头前啊，我们将一咁样的时间仰望你，求主你教我们同在，求主你的性情帮助我，尤其是帮助我让我会当讲较清楚不因为我语言上的未认同让你的真理听不清楚，求主你使我们帮助。我能困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才刚讲台语实在是不简单。今天要跟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咱人生的得还是失，或者是失还是得？检查这个道理，可能咱大家拢真清楚啊，吼。但是咱依然过来思想看卖吼。咱每一人在这个世界上，拢敢会当活一届。人生是一个一个迄个单程的旅程哦、喔欸，对不起，人有生有死，在生甲死的中间，咱为着生活，咱需要食的物，咱需要知识，咱也需要亲情，也需要朋友，咱也需要工作事业，咱用真侪时间，来满足咱这需要。在满足这些需要的过程当中，咱也常常做价值的衡量。在买卖过程当中，咱真注意讲，咱所付出的钱是毋是有得到应该有的价值。在买物件的过程当中，咱嘛常常伫讨价还价，真惊讲会遭受到损失。对着咱这些身外之物，咱拢会真注意这个价值的衡量。但是对着咱家己的生命，咱是毋是有这么精神的心衡量它的价值呢？咱的生命的价值到底是啥物？咱的生命的价值，搁是由啥物人来决定呢？是毋是由迄个对咱有兴趣的人来决定？或者是讲，无论是人。对咱有兴趣也无兴趣，对咱有尊重也无尊重，对咱是毋是有欣赏也无欣赏，咱本身的存在就有价值呢。咱的价值就是存在咱内面嘛。到底人的生命的价值要哪来定呢？有一句话人讲，人的生命的价值是家己决定的，所以咱要尊重家己，咱要肯定家己。在20世纪有一个真重要的。存在主义的思想家，伊是法国的沙特，伊常咧讲，咱的价值是由咱家己来决定，毋是由别人来替咱决定。但是，什么人会当真客观、真正确的认识家己的价值呢？针对这个问题，
其实圣经里面有真清楚的答案。对圣经，咱知影讲，人是尊贵的，是荣耀的。从来无有一个宗教对人的评价超过圣经的评价。从来无一个社会会当找着讲比圣经对人的尊重更加高的价值观。对咱的外表来看，咱的身体就亲像尘土造成的。咱的身体是属于物质，咱的身体里面有六种上重要的物质，就是碳、氢、氧、氮、硫跟磷。除了这六种的元素以外，可能够加一种十外种其他比较次要的元素，都组成了咱的身体。安尼看起来，可能咱的价值敢那无外全，但是上帝造人的时阵，伊不但用物质造了咱的身体，伊阁用家己的气吹到咱身体内面。圣经讲，上帝将气吹到人的鼻仔内面，伊就成做有灵的活人。因为人有灵伫内面，所以人的价值超过所有的万米。人的价值，不仅是咱有迄个物质的身体，更加是因为咱内面有灵，咱是照着上帝形象样式做的。人的价值不是由咱家己来决定，咱是由创造者来决定。受造者的价值伫倒落呢？绝对不是遐受造者、受造者会当知影的，只有创造者才会当知影。耶稣讲：“欠债恁比白鸟搁较贵重吗？”假使咱对家己的价值无认识，这是何等可笑的代志！假使一个人伊有价值，却是随便糟蹋家己的价值，更加是非常的可怜的代志。真侪人活到年老的时阵，拢有同款的想法，就是对于家己活命的价值还未认识清楚。直到伊做了真侪伊无应该做的代志，但是真侪应该做的代志却还未去做。伊就带着这样的遗憾，要来离开世间。难道咱的人生是安尼吗？有一个人，伊叫做巴赫，伊家的车主常常为着土地底下犹如底下烦恼。伊讲咱散车的原因，就是因为咱无土地，所以我要变卖一切的物件，要去设法买二十亩的地。就正讲，将伊一切物件拢卖掉，就去买一个二十亩的地。迄一年，伊迄个五谷丰收，所以足欢喜。有一届，一个做事人经过伊的田花边，伊就甲伊讲，迄做事人甲伊讲，伫吴江迄个所在吼，迄个所在土地足大，人足少，住伫遐的人吼，每一个人拢会当分到二十亩的地，并且是良田，遐个所在。迄、那个所在土地真水，迄、那个麦啊会当生啊，亲像麦遐尼高。巴赫伊就心内安尼想，别人拢伫遐享福，为甚物我伫遮受苦呢？我嘛要搬去迄个所在。就安尼，巴赫就甲伊太太搬到迄个所在，因也嘛分着五十亩的地。有一年迄个热天，巴赫伊坐伫伊迄个餐桌头，有一个做生意的人经过遐。迄、那个生意人是对迄个巴西尔转来，伊甲巴赫讲，伫巴西尔迄个所在哦，只要你1000块，就会当买到13000亩的良田。我讲，哇，这么好康啊！哇，我刚才讲50亩，安尼哪有够？我一定要去迄、那个巴西尔的所在吼，会当哦，享受我一世人的福气。伊就甲迄个生意人问清楚，看要哪去？问清楚了，伊就起身上路。巴赫到迄个所在的时阵，遐里迄个酋长真客气，就甲伊讲：，阮遮有的是田园，你会当随便来挑选。价钱是安怎算呢？是1000块一公，1000块一公。巴赫毋捌听过这个算法啦，伊就问讲：，是安怎算叫做1000块一公呢？这个酋长就甲伊讲：，阮从来毋知要安怎计算，所以就是按日来算。你一天可以走多少路，那个所在就算你的。他就听一个，巴赫听一个了，就很欢喜的。他说，一天不是可以走多少，多宽的所在吗？但是这个
酋长就回答讲，唔过有一个条件，就是当日头落山之前，你必须要回到你出发的所在。巴赫的那，你若无照这时间回来吼，你的钱就去白收。但是你会当带着你的猪头啊，随地随时做一个记号啊，既然是你所靠到的土地，拢算是你的。啊，隔日这个天还未光，巴赫就真准备好啊，就准备出发啦。啊，这个酋长就把伊的帽啊放在头卡，啊，巴赫就将一千块放在迄个帽啊顶头帽内面。啊，因就用这个酋长的帽啊，当作是伊出发的记号。出发点的集合，这个酋长就讲，你会当随你所愿的出发吧。巴赫就将伊的外套、外衣脱开，啊，带着水，带着猪头，往着当兵的所在行去。到了中道，哇，伊想讲，我下当过来行三里的路，这个所在实在是足水的、足好的，啊，那漏掉吼，实在真足可惜的。伊就愈行愈远，伊就唔甘放下遐个苦地。当日头慢慢啊，偏向西平的时阵，巴赫伊看袂到伊出发的所在，伊就心肝有一寡着急。当日头伫要落山的时阵，伊去看哇，啊，佮离迄个帽啊，佮有五里的远，伊就将伊衫扛落来，将伊鞋啊扛落来，扛伊水，佮伊猪头拢扛来，就拼命走，拼命走。伊心伫跳，伊脚杆伫飞咧，伊耳旁边呼呼个叫。为着土地，为着伊的生活，为着伊的幸福，为着伊将来的快活，伊拼命来走。伊的目睭去予伊的老伊的肝迄落胆啊，拢开边只开。伊看到迄、那个酋长伫迄个原地，伫遐向伊握握手，伫遐快叫伊讲：“特别胜利啊，特别胜利啊！紧嘞！佮剩最后几无远，伊就用尽，巴着用尽伊最后的气力。”来到这个酋长的面头前，但是到遐面头前了后，伊就嘴就喷出一大嘴的血，拍倒伫伊的边啊。天色已经是暗啊，这个酋长就讲好汉，但是伊叫袂醒，已经倒地不起啊。巴赫的仆人就将伊的迄、那个买去伊的猪头为这个巴赫。挖一个坑，这个坑伊的大小拄啊好是巴赫的身体的长度拄啊好六尺，伊就将巴赫的尸体放伫内面。迄、那个六尺的所在，就是巴赫需要的土地。耶稣讲，人若赚到全世界，却背上家己的性命，有甚物益处呢？人会当提什么来换生命呢？在马太福音12:15，马太讲：恁着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是伫家道丰富。伫约伯记27:18，马太讲：无敬虔的人虽然得利，上帝夺取伊生命的时阵，还佫有甚物指望呢？伫路加福音12:20，马太讲。上帝对伊讲：“无知的人啊，今夜要治你的灵魂，你所有备的要归五，会归予什么人呢？”第四篇39:16甲恁讲：世间人的行动实在亲像着幻影，因真无形，真是枉然。因即阵的灾报，毋知将来要有什么人来收取。对巴赫的故事，予咱一深真深的。的提醒，予咱知影人的生命比咱身外的财物搁较有价值。这个优先次序，咱敢通来称呼他吗？但是咱到底变哪来变哪做？咱的生活才不是幻用幻影，咱的生命才不是枉然呢？咱得爱怎样来经营咱家己的生活呢？怎样做才是上划算的呢？在《提摩太前书》6:17-18安尼讲：，你着吩咐遐金世富足的人，唔通自高，也唔通挖苦无定的钱财，
这个瓦克是耶稣百米给我们的上帝，他就要欢呼他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上帝要我们从在天国银行来存款，因为进天国的时候地上一生钱我们也带不去，但是我们却可以先将这些财米先送到天顶去，这是最好的投资。世界上无甚物任何投资比投资伫天国的事业搁较有值，搁较价值。伫投资伫天国的事业是无任何的风险，并且耶稣也应允咱讲，当咱听主赢过咱的财产、亲情，愿意为着上帝的福音、为着上帝的国度来打拼，咱不但伫今世有百倍的祝福，就是来世嘛必然得到永生。当真侪人离开耶稣的时阵，因为伊听袂落耶稣讲，我的肉是会当食的，我的血是会当啉的。因感觉这个道理真歹接受，因离开耶稣的时阵。但是迄阵时阵，彼得依然坚持要来跟随耶稣。彼得讲：主啊，你有永生的道路，我要归向什么人呢？我已经信了，并知影你是上帝的圣者。咱这个是伫这个世间，时局真歹运了，但是咱得爱互主伫咱的生活中来做第一位，因为军队主互主伫咱生活中做第一位，才是咱生命上好的投资。但是要安那才算是军队主呢？互主做咱生命的第一位。是什么内容呢？有一次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律宾在那公开在预言他将要受难的事情了后，他就对那些门徒、对众人，甚至对任何宣称说要跟随他的人发出一项很严厉的挑战。他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下地日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对这段话，咱会当了解，军队主的道路包括三部分。第一个就是爱下地，第二就爱有受苦的心志，背起家己的十字架。第三就是爱每一日军队主。耶稣甲咱讲，做伊的门徒的第一个操练就是爱下地。伫心理学甲咱讲，人的目标是伫追求自我的价值。是追求自我的实现，但是耶稣却是要跟对伊的人爱舍弃家己，可见舍弃家己是违反咱的本性，是真困难的功课。伫民国初年，伫中国有一个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叫做宋尚杰，伊般安尼讲：人生上大的受敌，就是家己，就是老我。咱的自我的嫉妒、的骄傲、的批评、的分门结党，会抢夺主的荣耀，无有疼心，会体贴肉体，拢是这自我的作怪。伊佫讲，那愈看见家己的败坏，就会那侵入主的事。看见家己的败坏有偌多，侵入主的事嘛有偌多。咱也予咱的自我死有头啊，会当才会当活透透。咱的自我哪会当予伊死有头，咱才会当活透透。这是一个将伊的老我定死的人，伊的深刻的一个见解。下去就是将家己的扭出家己生命的主权啊，并且将伊交予耶稣。也就是将生命的授权书和耶稣来掌管。下去是一种积极主动的行为，不是消极被动的行为不是想要否定咱的七情六欲，是要克制咱的感情、咱的意念、甲咱的欲望，学习安那来顺从圣灵来控制咱的七情六欲。伫
迄、那个南非有一个牧师叫做艾罗侯斯吼，啊，伊安尼讲，实践夏季的人生，就是将咱的感觉、将咱的需要、将咱的安慰放伫第二位，将上帝的旨意放伫第一位。咱的老我，常常希望讲，咱会当过着一个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超出自我实现满足家己的生活。但是祝福着咱过的是一个以上帝做中心、效法基督、顺服圣灵引导的生活。基督的信仰不是追求凡事顺利、祝福满满，乃是积极追求上帝的旨意。会当成就伫咱的身躯顶头。若是咱唔愿，咱唔愿放下咱家己真爽快、真会享受会当唔愿放弃咱家己欲望甲自我，咱的生命就无法度来发生任何的影响力，就会变成亲像失去味的盐以后无用，互人放伫外口，这是何等的可怕的情形。有一个故事是关系夏季的，这个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迄个华盛顿 D.C. 的特区的一条河，这条河叫做Potomac River 哈、哦。这条河是拄啊设在迄个华盛顿特区，所以顶头有足侪足侪迄个足侪座桥，其中呢有一座桥是经过迄个十四街。在1982年的正月13日，发生一件真不幸的代志。就是伫佛罗里达航空公司的19号的班机吼，伊为迄个国立机场起飞了，无偌久，因为唔知甚物原因吼，即、這个飞机就飞袂起来，就摔落来。拄好摔落到即座高的顶头，甲四台车弄歹去，飞机就变成两截，滑落伫迄个河内面。这个时阵是正月，所以天气正冷。这个飞机内面有79位乘客，拢困伫内面，无出来。只有6个人呢，叫喷出来。这个6个人就伫迄个河内面伫遐浮来浮去。这个飞机剩半截的迄个飞机尾，搁浮伫水面顶头。头前迄半截已经是沉到水内面啊。急救的直升机就赶紧来要来救这个人，伊把迄个救生绳放落来时阵，希望会当救这个6个人。其中呢，有一个人咯，看起来差不多40-50岁，伊从清醒反应从紧，伊就马上就摕到这条绳啊。这个、时阵大家聊着讲，可能这个人是第一个被救起来，但是无结果，这个人煞游到迄个一个受伤的人的边啊。将迄条绳啊绑伫迄个受伤的人的身躯顶头，和直升机把迄个人救起去。第二下，这个救生绳佫绑落来，这个人佫将迄个绳啊绑伫别个人的顶头，第二人的顶头。等下等迄5个人拢向救起了，直升机佫等下要来放绳的时阵，无结果，这个时阵飞行机尾已经沉落水内面，这个人嘛甲飞行机尾拢叫。拢沉落去，伊就无可为迄个水面上佫浮起来。无过了，人找到伊的尸体，其实伊是尚有机会得救的，但是因为反应好，伊是第一个偷着迄个所爱的人，但是因着别人的缘故，伊愿意放下这个机会，所以后来人就将这座桥。用伊个名来做纪念，这座桥叫做威廉斯的纪念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假使咱若有机会去华盛顿D.C. 的话，你可能会当请你的朋友带你去看这个桥。约翰福音第15:13-14讲：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痛心无比这较大。这是一个真感人的。感动人的夏季的故事，但是伫圣经内面，我们甲咱讲，有一个真好起的少年财主，伊呢放袂落家己的产业，最后伊就悠悠愁愁离开，伊无法度得到耶稣所赏赐的丰盛的话命。亚伯拉罕
伊亡掉的时阵，因着信，伊着照上帝的命令，离开伊的本地本族白家，往上帝要指示伊去的所在去。伊出去的时阵，还阁唔知要去往倒落去。啊，真侪人啊，拢会惊这惊那，啊，会烦恼讲生活唔知要哪过，啊，烦恼讲后生早囝的教育唔知要哪来办哪好。真侪代志，互咱会袂当来放落。咱若袂当放落，咱就无头当行出来。啊，有一个老传道人伊安尼讲：，你会当为着你的恩数无够来忧虑，为着你的能力无够来忧虑，就是唔通为着生活来忧虑。唔知咱的生活中，啊，佮有甚物物件啊，代替了上帝的地位，代替了主的地位。耶稣啊，伊是下放弃家己上好的榜样，伊放下伊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甚至为着咱红顶的十字架顶，伊一生就是不断的拒绝伊的家己，听教下去是基督的定律。保罗讲，恁各人的担当都要互相担当。安尼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基督律法就是担当别人的担当，分担别人的忧伤，为着别人来下去。这是头一个条件。军队主的第二条件就是爱背起家己的十字架。耶稣捌三遍，伫有言讲伊将要被出卖，被拒绝，并且被钉死。伊讲了，伊就用门徒提出讲，就要背起家己的十字架的条件。伊伫这条件进前，伊就真明确甲因讲，人主必须要受苦，人主必须要受苦。那对耶稣来讲，伊就爱受苦；对基督徒来讲，嘛是同款。十字架对世界向着世界是一个判卡招，是无绝的，是受苦加见效的记号。但是，却是每一个基督徒身负顶头应该有的记号加特征。背起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着咱为着主的名来遭受着屈辱、免职、受人的憎恶或者是排挤、攻击。伫初代教会的门徒，因无真关心的学问，但是因却会当影响整个的罗马社会。因靠着的是啥物呢？因完全是靠着一个为主完全奉献的心志。因知影为主背十字架是每一个人爱行的道路。因面对着斗兽场、火坑，拢无惊吓。戴德兴捌讲过一句话：结出属灵的果子，甲是必然甲背十字架有关系。结出属灵的果子，必然甲背十字架有关系。伫教会历史上，某一个真感人的故事吼，是发生伫迄个罗马竞技场上。有一个迄个带着沙漠的温书叫做塔里马克斯吼，伊和圣灵引出进入一个迄个竞技场。伊入去迄阵是有两个，拄啊伫遐有两个斗士正在那边搏斗。伊就入伊吼，要将迄两个人来个耍好开。迄个时阵，迄个观众拄啊看吼血脉喷张吼，看到这个情形吼，大家足生气。这声呢，伊伫在话要来赶出去，伊就真紧走。伫混乱中呢，为迄个观众时吼，拔出一支迄个长矛。这个长矛刚好射入到这个塔里马克斯的心脏。这个时阵，全场的人拢煞惦去，迄个搏斗嘛无法通个继续下去。这个代志了，罗马因的专城就开始反省：为什么咱无看到火就不能够兴奋呢？因这个反省了，因就开始处置。这个以血来取悦观众，这个竞技搏斗节目，这个塔里马克斯的会，真清楚的将因这百姓
嗜血凶残的这个罪恶显露出来，也牺牲让因会当脱离这个罪。求主的圣灵帮助咱，会当甘愿背起咱家己的十字架，有为主受苦的心志，会当在咱的生活中为主来做见证。军队主的第三个条件是啥物呢？就是爱日日军队主。军队耶稣是上帝对咱的呼召。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军队我，这句话呢，拢总有14次。但是并不是每一个听到伊呼召的人拢愿意回应伊。回应伊的人，有安德烈，有彼得，有马太，有腓力，但是嘛有人无愿意回应伊。有一个人讲，我要先回去处理我厝的代志。啊，佮另外一个是迄、那个头头咱讲迄个真好个迄个少年的官。军队主的人，就要日日来军队主。啊，甚物叫做日日军队主呢？伫福音约翰福音第12:26，咱甲咱讲，若有人要服侍我，就要军队我。我伫搭落，服侍我的人嘛就爱伫搭落。若有人服侍我，我必必尊重伊。约翰福音1章嘛，甲咱讲，当约翰甲两个门徒做伙的时阵，其中有一个是安德烈，伊听到使徒约翰的介绍，就跟随了耶稣。啊，耶稣就问讲，你要爱滴啥物？伊讲，拉比要滴大罗大。因就教伊大滴，因就教耶稣，做伙大。迄几日就教做伙大。因甲耶稣做伙大，因就更较亲密的认捌耶稣。咱嘛是爱需要邀请耶稣进入咱的生活、生命中，做咱的主，日日甲主来亲近，对上帝的话，咱会当深刻认捌上帝，并且得爱遵照上帝的旨意来行，学习以耶稣基督的心做心。一个工程师。伊若伫建造房屋嘅进程，拢有一个真完美嘅蓝图。一个艺术家，伊伫创作进程，嘛就一个精密嘅构思。上帝对咱每一个人嘛是同款，有伊嘅计划。虽然爱顺探上帝引带，咱一生都爱互上帝做咱嘅主，互上帝行伫咱嘅头前。咱都爱察验，虾米是上帝顺转通喜悦嘅旨意。当咱认真回应上帝呼召的时阵，军队的时阵，咱一定会面对着要行的十字架的道路。捌有一个福建人，伊知影伊所怀的囡仔是一个弱智，但是伊骨折，提早来流产，伊也是愿意付这个十字架，背这个十字架，将这个生命生下来。并且加倍照顾伊。可另外一个，伫信托投资公司，做诶迄个推销员，因为伊对迄个投资风险诶问题，伊主张着爱足诚实诶，为着伊诶诚实，伊情愿失去即个工课。伫罗马尼亚革命诶时阵，进前吼，有一个律师，因为伊公开承认耶稣是伊诶救主。伊煞咧失去伊个律师个地位，伊甘愿去做一挂真粗重个工课。那每一日拢要面对一个功课，就是我今仔日是毋是要认真来军队主？安尼讲起来，军队主背住十字架，放杀家己，敢有甚物奖赏吗？真侪人对信仰有一个迷信。就是讲，信主了，应该上帝真祝福我。我生命需要，我生活需要什么？我愿望什么？什么人会当听我？代志拢会当会来成就。伊的思想全部是我，我，我。但是咱的信仰毋是加分的信仰，反倒等亲像是减分的信仰。因为伫马太福音16:25，咱头。除非替咱读个圣经，在咱难讲，因为既然要救家己性命的，就要失去性命；既然为我失去性命的，必要得到性命。即个讲，要救家己，要保护家己，
想要得到什么好处的，就会失去伊的性命。但是愿意放了家己，为着上帝来失去性命的，反倒等会当得到性命，反倒等会当来得到性命。为着上帝来失去性命，为着主来失去性命，这句话呢，伫。这句话在那个福音书四本福音书都有出现，甚至在马太福音又提过又说过两遍，可见这句话是何等的重要。没有其他耶稣说的话在福音书是这样 被强调，这里说的那个得到是有找到有发现的意思，就是有找到发现一种有意义一种很丰盛的画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所有基督徒都应该要把握的。因为我们丰盛的画面的过程是为减少开始，我们若听耶稣赢过一切，甚至轻为主来失去我们的生命，我们才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为着咱未来更好、更有意义的生命，咱即马就爱需要先牺牲、先付代价，来听候迄个较好、更较的生命会来到。放了家己，为家己是立个来军队主，为主来放了一切，甚至来牺牲生命，无一定会袂落空。将来要得的荣耀，将来要得的享受，就是咱即马放下这个所有的一切，嘛是有，嘛是会当达的，有价值的。学习放落家己，和主做第一位，是咱会当得到丰盛活命，会当得到荣耀的唯一的路途。保罗就是用这个路途来得到丰盛的活命。伊捌讲，乱凡事拢无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积分予人诽谤，反倒等伫答应的事上表明家己是上帝仆人。保罗伊丰盛的活命，毋是讲伊有真悬的地位，伊有真关心的学问，或者是伊是一个真伟大的发明家，或者是伊是真有真多财产。反倒等伊丰盛的活命，是因为伊认为做上帝的仆人。是伊上大的、上尊贵的一个身份。伊上丰盛的话呢，是显明伫伊做上帝仆人时所显出来、显明的气质。保罗嘛，深深知影军队主的奖赏。伊捌伫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安尼讲：，咱这个至战至轻的苦楚，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咱不是个人所见的，咱是个人所无看见的。因为咱所见的是暂时的，所无见的是永远的。咱是不是亲像保罗安尼同款，会当看到咱将来要得的奖赏是这样的荣耀呢？最后我要用一段话来提醒，做咱大家提醒。在主后1100年的时阵，有一个唔知影名的修士，伊安尼讲：当我年轻的时阵，我想要改变这个世界。后来我发现，改变这个世界真困难。于是我就决定要改变我的国家。当我发现我无法改变这个国家的时阵，我就将我的焦点，转向我所住的乡镇。等我慢慢变老的时阵，我发现我嘛无法度来改变这个乡镇，于是我就尝试来改变我的家庭。如今我已经是一个老人啊，我开始了解，我唯一会当改变的就是我家己。伊就突然间豁然开朗，伊就知影讲，假使伊若伫真久以前，就会当来改变伊家己，伊就会当来改变伊的家庭。伊个家庭甲伊就会当来改变，来影响这个乡镇。
这个乡镇的人也就可以来改变这个国家，最后这个国家就可能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这段话看起来实在是很平凡，但是却蕴藏很深的真理。改变不是凭空的想象，做上帝门徒是实践，是实行出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伊的十字架来跟随伊。有一本书叫做《让家有真理相随》。这本书里面有一句话，伊安尼讲，只要有教义的基督徒，因会当困了因的膝盖，放了属灵的火柴，为基督点起一把火，就一定会当来改变咱的社会。这个火会当来炼净咱文化中的渣滓，会当让尊严甲道德，等下咱的社会中间。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虾米呢？咱想要改变社会，却无想要改变家己。咱却唔想要改变家己。咱人生真短，就犹如白驹过隙一般。咱的价值伫倒落呢？咱要安怎来投资，才是上有价值的呢？耶稣甲咱讲，咱得爱舍己，背起家己的十字架。每一日来跟随伊，咱会当抓住做咱的头，听住赢过所有一切，为着上帝福音，为着上帝国度来打拼，一定会带来丰盛的活命，一定有带来咱将来的荣耀。这才是咱生命上好的投资，并且安尼做，咱才会当带着基督的能力来影响这个时代。咱再回来祈祷。亲爱天父，我感谢你，你的话又一次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是有你的恩惠，是因为你的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何等的宝贵的活命。你也教示我们，就要听主赢过一切，就要放了自己，就要来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求主你帮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可以照你的话来走，可以顺从你圣灵的引导，可以愿意走上这个蒙福的道路。求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可以日日都可以靠主来走每一日的道路，可以来荣耀主的名。我们恳求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刷到是那个目的跟上面他们的那个回应。
感恩祈祷，请陈冠霖姐妹。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今仔日接到的信息，予我知影人生当中真正要追求的是啥物。无论今日阮是几岁，拢爱学习放下家己的活命的功课，要看啥物是上帝所欢喜的。予阮性命的优先顺序是把主放伫第一位，而且嘛爱学习舍弃家己的功课，因为阮知影这才是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主帮助阮爱知影要改变的是啥物，嘛予阮愿意顺服改变，予得到主你要予阮。会想上想，主帮助阮，嘛伫这内面有智慧，嘛有愿意的心。安尼感恩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上迎圣歌第二十九首，上了请林三春牧师来教导。施主，我若是要遇到家己的活命，伫遐在追求的时，我就会失去了我的活命。我着为主来失去我的生命的时，我着要得到主你永远的活命。所以，我要来学习这个下计，背起我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功课。班长，我不是要改变这个世界，那是爱心改变我自己。求主的灵来充满伫阮每尊兄弟的心上，互阮真正来活出主你应许迄个活命出来。求主的灵来充满阮，来改变阮，互阮更加亲像主，还来应许温柔谦卑，互阮每一工拢有主你所所属的平安甲喜乐。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主爱、甲圣灵的感动。安慰扶持甲引导，甲阮静声伫静脉同在，对，即是直到永永远远。阿门。阿门。